哎呦，下班喽！这么开心，干嘛去啊？跟朋友约了喝酒，当然开心。跟谁啊？男的女的都有。几个人啊？俩人。嗯，那也得带我去。不是你会这个吗？那你会这个吗？我不会。哎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让我带你去干嘛呀？我会买单啊。哦，哎，你会买单，你不早说呢？走。哎，你喝多了不会抱我吧？想什么呢？肯定不会啊。那你不会亲我吧？你说啥呢？不会。那我喝多了，你不会欺负我吧？不是，严秘书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吗？我李景浩今天但凡晚上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我他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。那我行吗？不是你不去谁买单啊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加班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啊？好的，帮我接个电话。谁的电话这么着急？哦，前任呢？我不接。嗯，你就帮帮忙嘛，300。这可是你前任呢，这得加钱，800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我呀？我是她男朋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她在洗澡呢。这边呢，这个我属实是拿下了，要我说兄弟就换个目标吧，天涯何处无芳草是吧？那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那两条腿的女人不满大街跑吗？行吧，啊，就这样啊，搞定。哎，这钱真好赚。喂，爸。哎呀，我都说我男朋友了，这下你总该信了吧？啊，你过两天要过来啊？行，那我带他跟你吃个饭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嗯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说是你前任吗？是前任啊，你没有听说过女儿都是爸爸上辈的前任吗？累的呀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不就钱吗？那不都长一个样吗？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要不查一下够不够？啊，也是啊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也是钱嘛，只是不能现在用。严秘书，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你妈妈上次给我的这个红包。你给我站过来！你昨晚十点跟我秘书干嘛去了？哥，啊，我跟他就是那……哦，你们……哎，哥，我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规划公司的未来？啊？不愧是我弟呀，啊，这样子我就能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了啊！啊？什么？哎呀，我有个分公司要开，这边我没时间管了，你过来打理啊！不是，哥，我这才刚来，我啥也不会啊！我这不还有严丽丽呢吗？以后她又是你秘书，他我……哎，行了。我就不跟你废话了，我要过去了啊！不是，哎，哎，对了，你们年轻人啊，要多注意身体，不要干太晚，啊！我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！哎，学习资料什么的，哎，你进来能不能敲个门？这是上个月的项目进度表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清单，这是下个月的项目规划，来，你看一下。可是我看不懂插盘。还行。嗯，我，哎呀，真是。你最近火气很大嘛，脸上都长痘了。我，靠，怎么我热血沸腾的？啊，严秘书，早。你大早的看什么呢？是，哎，你管我看什么呢？原来是在看美女，啊，怎么看我还不够啊？你。我今天不想看黑的，哎，都别看了。不，我还有上班时间不许玩手机。哎，我好歹是老板，你哪有秘书管老板的？但是有的老板吃秘书的，住秘书的。不看就不看。回来，我要上班了。不是，哎，回来。干嘛？你不喜欢黑色的话，喜欢绿色还是红色？钞票喜欢红的，股票喜欢绿的。嗯。哎呀，反正我又不炒股，亏的又不是我。我没问你股票，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。那就绿色吧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严秘书，你不会是想做绿衣战神吧？你待会就知道。Later。你叫我来干嘛呀？你不是说你喜欢绿色吗？你这也不绿啊。
我又没有说我要穿绿色衣服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给，这是你选的颜色吗？叫你名字啊。你这也秘书啊，那个虽然我喜欢绿色，但是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大不了以后你送我上下班呗。送你上下班倒是可以，但是这个算了吧。好吧。那我当初要是说红色的话，你怎么办啊？能。我还以为。你还以为什么？结婚证。哎，上班别摸鱼啊。哦。哥们，晚上有点事儿，买电影票的，不去看了吗？这我找谁呀？哎，严秘书，问你个事儿。干嘛？下班以后有没有空啊？没时间，要加班，怎么了？好吧，本来想请你看个电影。哎，你回来，你说什么？本来想请你看个电影的。我有空啊。不是你刚刚不是说没空吗？现在有了。行吧，那我下班等你啊。大方，铁公鸡拔毛了，你是个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什么鸡拔毛？哎，你看这两个裙子哪个好看？不是，我们只是去看个电影，不是去相亲。你搞这么正式干嘛？你以为看电影就是看电影？你要再磨蹭一下，我们就只能看彩蛋了。你先出去。我出去干嘛？不是去看电影吗？我换衣服，你要看？哎，行，你搞快点。哎，你觉得这套跟刚刚那套哪套好看？哎，电影院都要关灯了，你穿哪套不一样啊？你是对浪漫过敏吗？你这套也拿上。不是你看个电影你还换皮肤啊？哎，Later。先说好啊，电影票我出，饮料钱你得你出。你好，咱们可乐加冰。啊？快点吧，现在刚开始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帮我拿开。你干嘛？啊！帮你拒绝一个追求者，你给我1000，不够吗？够了，这个事儿我在行啊，没有我3分钟搞不定的事儿。都纠缠我一个星期了，你3分钟能搞定，我不信。你不信是吧？现在给他打电话，就现在啊！喂，严美女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主动给我打电话啊？就是你最近追我老婆是吧？严秘书，我说了我不会放弃的，你也不用用这么低级的方式来拒绝我吧，你这声一听就营养不良，你好歹说点人行吗？哎，兄弟，你这真说对了，她都怀孕2个多月了，我这好的都给媳妇儿吃了，我确实也该补补了。哎，还媳妇儿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是啊，我们才领的证啊。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么多了，视频呢我怕你受不了，我给你简单听个声吧啊。你干嘛？哎，看兄弟，听着了吧？我这边属实是拿下了。你要实在想脱单，你就试试我左下角的面面吧。上线就匹配10个同城单身美女，职业收入条件都看得到，还可以直接1对1视频。现在美女多男的少，兄弟要是单身的话，就赶紧点我左下角注册一个，争取过年带个对象回家。不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肯定能找着你啊。没问题，下个月5号，哎，你随二百就行了。喏，搞定，确实不到3分钟。这下别人都知道我是你老婆了，你还说我有了，这以后传出去我可怎么嫁人啊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嗯，民政局今天上班吗？那大过年的肯定不上班啊。不上班？那你跟我回家。严秘书，快做我女朋友，3分钟就好。啊？什么3分钟？哎，我兄弟最近谈了个恋爱，总跟我秀恩爱，待会还说要跟我视频，这我不能忍啊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待会能不能演一下我女朋友，就3分钟帮我反击一下。哎，男人嘛都有好胜心的。帮你可以啊，但下次我妈逼我相亲的时候你可得还我这个人情啊。成交。 Later。 景浩，我现在还有人单身。谁说我单身了？我有对象啊。到哪呢？我看看。来，宝贝，跟我兄弟打个招呼。看到没？你女朋友对你怎么样啊？来帮我捶捶。那当然很好了，来帮我捶捶腿，我腿疼死了。我看到没？那必须的嘛，必须的。哎，我走了，我再冲下去啊。那我得问一下我对象。不是庞二哥啊，这种还问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尊重女性。你等着。啊，行，你问。严秘书，那个我能不能去通宵啊？不是说好不能夜不归宿？我 就一天。行吧。哎，好，兄弟，晚上走起。我，哎，这是我的卡，拿去随便刷，搞得什么个好对象一样。我景浩，
哦，没有，你是真该死的啊！不过他这么不信呢，他还是不太……你信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严明，我，兄弟，那个啥，我先挂了，啊，行，浩哥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啊。